祝大家新春愉快！我是金门水姑娘，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子婷哥哥，还有薛明阳三阿哥，为我们介绍金门到底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呢？子婷哥哥，你今天好漂亮哦！三阿哥，我们来跟大家拜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是薛明阳，今天我要介绍珠山的两个地方，是一个是。庙里可以拜拜，还可以讲说你哪一天做什么坏事。第二个是鱼池，可以喂鱼，也可以跟鱼聊聊天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要讲大声一练习点。讲啊，灯光不够，好，可。我可以不讲吗？讲很简单。大家好，我在帮黄小宝洗澡。看着镜头讲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在帮黄小宝洗澡。我们现在帮他吹头发。先坐着，是，没住宿也没关系，是，反正他有人气来住更好玩。是，会影响那个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现在做之前要先拍起来，是，等完工的时候才能做对比。那个交警不管吗？什么东西？警察不管吗？不管，金门的警察，所以说金门才适合玩这个。是，哎，你在台北就不行了。不行，对。台北绝对。不要太嚣张了，哎，我再讲话录一次。啊，你那个板子夹在麦克就好啊，放在桌顶的。这个板子，嘿，夹袂着啊，等你桌顶就好啊，嘿，免用手咧提。给他送这个。
嘿，迄块甲摕走，伊就袂去坐迄块，迄块要坐我的。你要做这个，要结束了，好来，我们五四三二一，我们都是大明星。哎 ，OK， 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阿贝。哦，节目。哦，就我，我跳跳。这边嘎拢会样跳的。哦，有人在个在按赞啊！哦，这什么人个在按赞？对，加进来，加进来，哎，一起加进来跳，对对。哇，蟹满箱啦！蟹满箱，马上就走出来啊！哦，那个按摩啊，有够趴！加趴加趴！